来微微老师学校学习绘画。本校有多位资深艺术家，任职绘画老师，这些老师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多年，曾编辑出版过儿童绘画、幼儿绘画书籍。在教学中，注重孩子绘画能力与艺术情感的心智培养，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将学生的视觉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高孩子们对事物的观察能力与思维能力。绘画课包括素描、儿童画、卡通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时装画、电脑画、人物画。名师补习，在学习上助你一臂之力。虽然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更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但要想进入好大学，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必不可少的。针对华人学生英文写作、阅读能力普遍比较弱的情况，还有些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遇到困难，微微老师学校推出了补习课程，帮助学生们快速提高学习成绩。一、为一至八年级学生提供周会考、英文写作、阅读、数学练习三大特殊高中考试班。二、为八至十二年级学生提供 PSAT、SAT 考试班、科学班、机器人组装及知识班、珠算班。三、新移民班、英文听说读写、课后辅导班、中文班。四、电脑初级、中级、高级班。认识微微老师学校的名师团队。一、 Mr. Ford 钢琴小提琴双重演奏家。二、M.S. Marilyn 43年教龄天才班金牌讲师。三、 Mr. Mike 杂志社主编、写作大师。四、 Mr. Gao 20年教龄高等数学专家。五、 M.S. Sarah Hunter 天才班优秀教师。六、 Mr. Judy 公立学校特殊教育新秀。七、 Mr. Talisky 天才班把关教师。八、 M.S. Moore 小提琴演奏家。九、M.S. Cassie 英语博士，就职于 Bard College。 10. M.S.U 知名大学任教数学讲师。 11. M.S. Shanice 多重学历，拥有特殊教育丰富经验的教育新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见。微微老师学校的联系方式，电话 1-718-886-6363， 电话 2-718-888-9968，地址1-14105 Cherry Ave Flushing NY 11354，地址2-14449 Barclay Ave Flushing NY 11354， Email thehappyschool@yahoo.com。